来，干嘛呢？别打鸟了，那能值几个钱啊？来买卖了，对，202，等你，挂了吧。喂，宝宝，你到哪儿了？哎呀，催什么催呀，我到了，房间号202，我去接你吧。哎，人呢？宝宝，我在这儿呢。你在那儿干嘛呢？等你呀。杨哥呢？不是说好一块吃饭吗？他出去有点事儿，一会儿就来，你先坐。宝宝，咱点点吃的吧。点吧。Waiter。先生，请问您点点什么？宝宝，缺点什么呢？你定。糖拌西红柿。甜。你说呢？你定。拔丝地瓜。甜。你说吧。你定。松仁玉米。甜。大哥，你要再这么点下去，你媳妇儿非得糖尿病啊。你幸亏没点冰糖肘子。就这个。甜，有肉。你定。请问二位还需要点点什么喝的吗？宝宝，我定，我定。冰糖雪梨。甜是吧？